这西门应该是银河海景御花园的这个又一个祖门了啊，就通车的祖门。它南门呢不能走车，只有一个小门。观山看海，独自然，养生福地，品味无限。这家是不是这家呀？家里有个水池，有个假山，里面还养的鱼。看这边还有没有漂亮的房子，也可能是这家吧。有这么一个凉亭。做个抖音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您家，我刚刚拍了一下您家的花池子，拍了你家这个鱼池。哦，太脏了你。你老家是东北的是东吧？北的，啥地方的？长春。长春的哦。您这买这房子多少年了？就是卖房前就买了。哦，原始租户。对。你当时你这也是80多平啊？对。多少钱呢？27万多。27万，他那个是三十几万，三十五万，对，35万。他这个还比你贵点买到，二手的。二手的还贵点是吧？二手是一楼贵是吧？现在价格怎么样？现在30万左右。30万左右啊？有吗？这个一楼的房子？有34、35。34、35万的是吧？啊，哦，是中介卖还是房东直接卖啊？房东直接卖啊？哦。到时候可以找找有需要的话，你的小区院子不小，有40平吧？哦，您弄这个架子得花多少钱啊？这个？13800。哦，13800，你这个架子非常壮实啊！你看我那个假山咋样？里头那个。哦，里边还有这么多假山呢啊！参观参观吧。对，哦，挺好挺好，这假山，你这么喜欢假山啊？这么多啊？这都是石头是自己找的吗？有些东西是买的。哎，你这个还好，这个假山还种了一些植被，种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是搁外头瞎找的。哦，我说种的这是什么？这个什么草啊？这是小圆叶子的。通天草。哦，哎呦，可真是，你真喜欢这些东西啊？都喜欢这些小假山。这边是种点什么？种点辣椒，辣椒和黄瓜、黄瓜。生菜和小白菜。这边是苗，玉的苗。你看我这都假山。哎呦，都是假山，你太喜欢假山了，有山有水啊，好山好水好风光啊。就包括那个小盆子里还有一个小石头，也是个山形啊。对。我这个是个无花果树。啊，是个无花果树啊。这袖珍型无花果呀，这么小啊？不是这个，哪个？这个大的。这个桩子是个无花果啊？对，就大哦，你割下来的。哦，那也是叫我做了个，你看，也做了个花型嘛。那也是无花果啊？不是，那个是什么？就是那什么树我忘了。这个他叫我做的造型。哦，自己做的造型。对。哎，小意境啊，你还可以园艺师啊，呵呵，在对，这住了多少年？住了，就10月份就走了，五一来，10月份走。上哪去？是回东北还是回广州。回广州？广州那边还有房子。对。哦，冬天不是在过冬？哦，你那就是候鸟级的，挺好。你这，你看你们这家家户户都弄得都挺漂亮的，看这路子咋样？一家车子咋样？啊，一家一个特点是吧？一家一个特色，这家院子是不是比你家大呀？这家，他这两户，是两户合在一起的，对，哦，那厉害。对，如果这户卖的话，你愿不愿意一块给他收下来呢？不收了，不收了。房价这么低，收了干哦，您现在多大年纪？62。啊，62。哦，那你这个62呀，还算挺年轻的。啊，这叫金银花是吧？长这么大呀？哦，金银花，这个是干嘛用呢？这是，就是金银花嘛，就喝茶用的。哦，是当茶叶用的啊。对，你露露我这鱼好看。哦，您的鱼好看。对。现在露全都露上了。对，这么多鱼呢，你挖这池子，你花不少钱吧？总共连灯带泵7000多，7800多。哦，7800块，连就手工。手工是吧？嗯。啊，得有个院子里有个水池好啊。嗯。
他们从假山花了3800多。哦，是买的林碧石的，买的现成的，买现成的。哦，你就太喜欢山了，嗯，也特别喜欢水。对，有山有水。有山有水，对。嗯、你长春老家有没有山水啊？没有，长春没有。没有啊、哦，它不靠海，对。嗯、真好、嗯。对，像这种时候，那冬天怎么办？这些鱼啊？冬天就搁这里扔吧。那结了冰。结冰就死不了，邻居就给捅窟窿就完事了。哦，给邻居交代一下是吧、嗯？哦，那个水放多一点才行啊、哦。对，插这么高就满了。哦，插这么高就满了。哦，那还行。嗯、对，这还有太阳能灯。哦、嗯，你这个上面都是这个这个景观灯是吧？到时候因为晚上很漂亮啊，晚上一亮就很漂亮。坏了一半了已经啊、哦。哦。对，就是这要是一楼。啊，我在檀香荔湾呢。对，长得是蛮好哦，但是突然发现啊、哦，这树叶上全是虫子呀，好像每个树叶上都有虫子啊，看看，遭虫害了，也没人管一管啊、哦，不知道是谁种的，可能是这个种这个樱桃的人今年没来，打打药就好了。看这多大的虫子啊！他用什么东西把自己包在一起，包起来。啊，这家弄了一个应该是凌霄花的一个拱门，但是这个拱门呢，已经变形了，都已经倾斜了啊！给看一下，这应该可能是被根儿给拉的。可是很有力气啊，这个树根直接盘在这个柱子上啊，把柱子都拉起来了。在小区这个健身广场旁边啊，有一家这个亭子搞得有气势啊，非常大的个方亭，那个木头这个四个柱子特别的粗。这还有一个狗，小流浪狗。哎呀，这花园弄的非常漂亮的院子弄的啊，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啊，这个桌子木板桌，可以摆这么多椅子呀、啊，坐七八个人不成问题啊。这竹子啊，也是得什么病了？看看都，叶子都变黑了。今年干旱的厉害，是不是因为干旱造成的呢？黑叶病。小区的景观倒是挺好的。这是这个小区的。啊，中心的景观带，休闲娱乐，这底下都是小石子啊，鹅卵石啊。啊，这里应该是小区的西门附近啊，这条路，这边还有一艘船。汽船，青山房产，龙创地产，然后是天利家装饰，然后装饰，浩洋房产，福盛房产，这边是易瑞房产，什么沙龙，超市，都是以这个房产有关系的。啊，从小区的西门出来啊，这条路，啊，直对着大花瓶。然后它的这个西面这个小区叫明珠海苑是吧？明珠海苑，对，明珠海苑的东门这个站。